这边就好了啦，前面那边就好了，车位停的地方就好了。对，开始的地方，因为它也就那边会打滑而已。OK OK OK 了啦。那个谁，这时候先导引车子上来，好，不让他们走。好，来，先拉上来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洒水。OK， 好， okay, 没问题。好，好，上车第一件事情哦，先试踩油门，试踩刹车，看你只会太前面、太后面、太高、太低。OK， 然后调整开关在你左手边的部分，双手握住方向盘，方向盘会太高、太低、太深、太浅，这都可以做调整。这应该是 OK。OK， 好，好，那我们稍等一下，那前方在作业啊。所以等一下我是弄到这里看。那低档就可以了。回来不太快。这一圈不要跨，好，哎呀，就慢慢的带过来就好，好，那种熟劲。这个全油门就是全下，啊，就全下，全下就可以，可以那个打滑状况，然后湿滑路面，水车再刹车。那像刚刚那个 S 那边都不用带刹车吗？看情况，看你情况，因为我看你都没有带刹车啊。我这都没带刹车，对啊，全部都是。所以他可以吧？哈，他可以啊。我刚刚就是这样开啊，对对对对，可是来讲没带刹车，如果速度太快，你就一定会出，对 对, 对, 对，就会出去了。你们常开，我们车子厉害。你会看到修理车可以这样子开的，对啊，都没有刹车那边扭来扭去这样子。就是相信这台车， yeah. 相信它的操控可以。可是我们没有经验这样的这样。哎、欸，灵敏度还是在那边修 啊, 啊。一般街道，你
没机会这样子打的。哎呀，可是这个就是让体验、啊。如果真的在高速公路有什么突发状况的闪，你看这台车的稳定性啊，部分还有方向盘的操控性的这一块的部分。好，来，我们先上铁板。这一套，这是你是手牌，这是这样日牌。好，来，好，这样子牌。哎，这样子牌，对，刚切过去是一个手牌。OK， 再来。好 ，OK。好，可以了，走了，前油门走，一路口左边进。下车要相信他，因为还是要带刹车。